我一起勇敢，跟你一起勇敢，还有呢，跟我一起加油。对，然后我们也会一起好起来，对不对？是吗？知道。会跟谁一起好起来？是的，从这段脸书画面可以看到璇璇绑着两个小辫子哦，并且脸上有时候还会带着微笑，看起来是相当的开心哦。那其实这次璇璇的妈妈呢，是利用璇璇的名义捐出他们的家用金5000元哦，希望帮助这个高雄的灾民哦，给他们一点的帮助哦。而且也可以听到说，璇璇因为他最近病情有一点好转的情况，他也希望可以跟高雄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好起来，也希望一切的事情都可以赶快的变好，也让不少灾民跟网友直呼实在是好感动。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，把镜头交还给彭磊。中午12:13，我们要